因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与义务，到任何时候，无论你们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或者遭受了怎样的待遇，都得坚守这份责任，绝不能消极软弱，放弃这个本分。因为金川福音的本分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凶险太多，凶险太多。你们传福音时面对的不是天使，你们面对的都是被撒旦败坏至深的抵挡神的人类。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各种危险肯定是存在的，何况是小小的回报，绩效不理解。更何况是小小的回报，绩效不理解。这些就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司空见惯的事。真把传福音当成一种责任，当成一种义务，当成你的本分，那你就应该能正确对待，就应该能正确对待，而且能正确处理这些事，不会因为这些事的存在而放弃你的责任义务，或者改变你传福音见证神这个初衷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一份责任，因为这是你的本分，这是你的本分。本分是人此生活着的价值第一要务，就是传扬什么是做工的这一喜讯，传扬神做工的福音，这是人活着的价值，传扬神做工的福音，这是人活着的